天文台在上午6:10發出8號西北烈風或暴風信號，教育局宣布所有學校今日停課。颱風海馬目前集結在本港東南偏東大約140公里，預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動，時速大約25公里，移向珠江口以東一帶。天文台說，按照現時預測路徑，海馬會在中午前後最接近香港，在本港以東大約100公里掠過。預料8號風球會在日間大部分時間需要維持，是否需要改發更高風球，視乎海馬接近香港時的距離和強度變化。隨著海馬靠近，本港普遍風力正在增強，部分地面吹烈風。受海馬的雨帶影響，本港有狂風大雨，海面亦有大浪和湧浪。按照現在的路徑，海馬會在中午前後最接近香港，大約在香港以東100公里掠過。所以8號的信號會在今天日間大部分時間維持。受到海馬的影響，我們其實今天本地的風就已經 有增強了，受香港部分地區已經有烈風，受到烈風的影響。我們預計隨著海馬登陸，本地的風向會由現在的西北風就逐漸轉為西南風的，在下午。所以市民要留意，有些先前受到屏蔽的地方可能稍後會變得當風了。而天氣方面，我們預計我們會受到海馬的主要雨帶影響，所以就會有狂風大雨。是否需要改掛更高的信號，就要好視乎海馬接近香港的時候的距離和強度變化。記者黃浩然在利景灣，隨著海馬越來越接近，你那邊風雨大不大？我現在就在利景灣附近的一個公園。其實隨著海馬逼近，反而這裡的風勢是沒有那麼大的，對比之前現在的風是輕微了，風勢是輕微了一點的，雨就更加停了。但望出海面的話，白頭浪仍然都是多的。我們就在海濱長廊這裡都見到有不少市民，有些是一家大小帶埋小朋友來到岸邊這裡觀浪，也都有些市民來到去公園這裡做下運動樣。但是天文台都說，其實預測在海邊會有湧浪和大浪的，呼籲市民要留在一些安全的地方，不要外出了。好，謝謝。楊曉峰就在大澳，當局和居民有沒有做足預防水浸的準備呢？由於技術問題，我們稍後再跟楊曉峰談過。轉講講，當局至今收到23宗冧樹報告。在北葵涌街市旁邊有樹木被吹倒，樹幹架在一個報紙攤檔的帳篷上，樹根斷裂，泥土都被扯鬆。警方封閉一段石蔭路，以便消防員清理現場。而至於另外就喺我秩序灣官立小學對開嘅愛禮街，亦都有一棵樹被吹倒，橫卧喺一條行車線上，冇人受傷。十幾個消防員接報到場清理，鋸斷樹枝再拖上行人路，以免阻礙交通。喺馬鞍山風勢較大，有市民專程到海邊睇浪，亦都有基督徒去海邊祈禱。本來我係上山祈禱嘅，不過而家咁大風雨，所以就出去海邊度祈禱咁樣咯。即係其實日日都會，即係日日都會嘅，係啊。但係怕唔怕咧？即係如果嚟到海邊咧，其實都安全。即係呢度馬鞍山就唔怕嘅，因為馬鞍山呢度距離個海都幾遠。嚇、嗯！如果係其他地方就可能驚啲咯。都係行下啫。行下嘅，但係驚唔驚咧？即係驚俾阿媽鬧。驚俾阿媽鬧，點解嘅？你同我講唔好過嚟呢邊。啲風比平時強咯，但係啲浪都冇乜變，比平時快咗少少啫。啲雨啊，都唔係好勁啫，唔係好密咯，但係 OK 嘅，頂到嘅。陸路交通方面，港鐵維持正常服務，但班次略有調整，輕鐵就維持10至12分鐘一班。九巴宣布，除了 B1、K12、K17 和 K18 提供有限度服務之外，其餘日間巴士路線暫停服務。龍運巴士宣布，除了 S1、S64 提供有限度服務之外，其餘日間巴士路線暫停服務。
城巴宣布，除了 S1 和 B3M 提供有限度服務之外，其餘日間巴士路線暫停。新大嶼山巴士宣布，37、37M、38、B2 和 B2P 線維持有限度服務，其餘路線已經暫停服務。機管局說，接獲航空公司通知，去到今朝6:30，全日有689班航機要取消或者延誤，呼籲旅客出發前向航空公司查詢最新情況。考評局宣布，原定上週舉行國際及專業考試將會取消，而下週的考試安排會稍後公布。而運輸署宣布，上週路試取消，如果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在上晝11:30仍然生效，全日路試將會取消，考生將獲個別通知安排其他日子。我哋再同翻喺大澳嘅楊曉峰傾下啦。嗱，喺嗰邊咧，居民同當局咧係咪做足曬預防水浸嘅措施啊？大澳呢一度咧，即係風同雨咧，暫時咧都唔算好大嘅啫。睇到咧水位咧，而家咧暫時都唔算好高嘅啫，同啲屋咧仲有一段距離嘅。渠務署咧，琴日咧已經裝咗啲有成鋁質嘅擋水板啊，有成3.8米高啊，以防呢個海水倒灌啊。我哋亦都問過呢度嘅居民啊，佢話咧，由於呢度係低洼地區啊，所以佢哋一早已經做足曬準備。自己有咗準備㗎啦，或者落嗰個水閘啊。沙包啊，之類咁嘅嘢啦。我準備好曬㗎啦。準備係啊，呢個低洼地方，你就算唔係打風啊，落雨水多啊，都會震到上嚟嘅。咁你知道㗎啦，啲地方全部嗰個老人家係咪有時擠一擠唔切㗎？嗱，你而家睇到我嗰時都全部晾起身啲雪櫃啊、衣櫃啊，全部用磚晾起咗先，唔係到時咧就全部嘢濕曬㗎啦。而家大澳呢一度咧，遊客咧就冇乜嘅啦。不過咧，仲有少少餐廳咧仲開緊嘅。我哋會喺度睇住咧大澳嘅情況會係點嘅。好啊，唔該曬楊曉峰。講翻喺八號信號之下，按照港交所嘅交易安排，港股上晝停市。如果喺11:00前解除信號，下晝交易時段將會如常喺下晝1:00開始。如果11:00至11:30期間解除信號，下晝交易時段將會在下晝1:30開始。11:30至中午12:00期間解除信號，就會順延到下晝2:00開始交易。中午12:00後先至解除信號，就會全日停市。至於本港金市在8號信號的交易安排，按照金銀業貿易場的網頁公布，上晝會停市。若果8號信號在正午12:00前解除，港金公開喊價市場會在下晝2:00開市。如果正午12:00之後先至解除，就會全日停市。另外，金銀貿易場的倫敦金電子交易將會維持正常服務。銀行公會宣布，如果8號信號在中午12:00或之前除下，銀行會在2小時內恢復營業。如果在正午12:00後才解除，銀行全日停止營業。隨著海馬逐漸逼近，廣東汕尾大風大雨，海面翻起大浪。中央氣象台已經發出颱風紅色預警以及暴雨黃色預警，預料海馬下晝會在廣東汕尾至深圳一帶沿海登陸。珠三角、粵北地區和汕尾等地會有大暴雨，局部地區會有特大暴雨。沿海地區將會有10至13級大風，呼籲民眾要留意防風、山泥傾瀉同水浸等自然災害。而廣東廣鐵集團星期六多條線路將會停運。